休息一下，我进行成绩统计。然后完赛的选手请过磅哦，不要忘记过磅哦。完赛的选手要过磅哦，完赛的选手要过磅。我现在进行成绩统计，待会进行颁奖。好。分数颁奖，我们高姐小朋友做出。还有表示为。38.55，来掌声一下，他没有人拿水桶了。作弊，作弊，那么期待。他脑子好。
来，我们这次舞会有奖杯哦，其他的全部没收哦，全部都离场了哦。没啦，别单缺那些。